穿越整整三小时的云海，掠过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我们终于来到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继续飞行146公里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翠绿大地，也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吉特旺国家公园的关口——婆罗多布尔市。这儿随处可见从南边印度驶来的车辆，他们把这座小城点缀得拥挤而热闹。那跟在吉普车后面正大步流星走来的是，哇哦，是大象，它可是吉特旺的大明星哦。哎哎，让一让让一让，老兄，我上班可要迟到了。大象是尼泊尔的吉祥物，他们甚至会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摆设一座大象铜像，以此来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在尼泊尔的道路上，浩浩荡荡的大象长队随处可见。在吉特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人类、车辆和大象竟然共享着道路。哇，这么多丛林客栈，还有这么多大象在等待着游客。人口不足3000的索拉哈，每年要接待30万左右的游客，这可是当地人口的100倍。这片人类、大象和车辆交织融合的土地，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竟然吸引了这么多的游客？现在还是12月份，但吉特旺却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时节。白天，这里的气温已经达到了25度左右。但是，吉特旺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却仍然被冬意所笼罩着。而与它相距200公里的吉特旺，海拔却只有60米，还维持着热带丛林的面貌。所以，春夏秋冬四季似乎在这片国土上同时展现出来。这片丛林是亚洲最大的森林地带之一，它在1846年被尼泊尔王室指定为捕猎保护区。在受到100多年的保护之后，这里俨然成为了亚洲稀有动植物的宝库。Because I have many friends, I have myself visited many countries, I have met many foreign people in Nepal.So all has opinion. In fact, if you look at the literature, books, and those people who had met, studied in Nepal, in fact, you know, they get surprised. They say, okay, Nepal is a small country, but it harbor percentage of wildlife, percentage of animals, more tha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Yeah, in terms of percentage.吉特旺在尼泊尔语中意为丛林之心。这颗炙热的丛林之心包容和呵护着无数曾经险遭灭绝的珍稀动物。
纵贯这颗丛林之心的拉布提河，迎来了雾气蒙蒙的清晨。这条河流在当地语中意为沉默的河。雨季来临之前，总会有一大批游客踏着水位较低的桥面匆匆而过。这片丛林自1973年被指定为国家公园后，便受到了严密的保护，所以在这里，人类与大自然依旧默契地融合着。就连农耕的水牛与珍稀鸟类，也能在这片土地上共进晚餐。包容的土地养育出的塔鲁族人，他们曾靠种地为生，现在大自然却回馈了他们欣欣向荣的旅游业。其实50年前国家公园被明令禁止开垦后，塔鲁族人的生活也曾一度陷入了混沌之中。是谁引领他们寻觅到了新的生活方向？正是大象朋友。在农耕时代，大象可是帮助他们干活的一把好手。现在他们也与时俱进地成为了帮助人们开拓旅游产业的重要伙伴。20岁的阿伦正向我们介绍他的大象搭档，比他小2岁的雪娜小姐。阿伦6个月前才踏上驯象师这条道路，他还是个初级驯象师。雪娜小姐把鼻子当成水管了，看把他给渴的。像雪娜小姐这样的成年大象，每天需要饮用200升水。6个月前，哈伦从加德满都辞职后，便回到了家乡，开启了驯象师的成长之路。相比起15岁左右就开始驯象的同伴，阿伦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哎，这是干什么呢？原来是在给雪娜小姐做早餐呢。工序虽然简单，但这些家伙每天可要吃300斤左右，得做多久才能做完呢？雪娜小姐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她的鼻子不断释放着焦躁的气息。哇哦，这鼻子就像人类的手一样灵活。大象的鼻子实际上是由嘴和鼻子共同进化融合而形成的。凑近一看，原来真是这样。大象的鼻子怎么会这么灵活呢？原来象鼻上有4万多块肌肉，这些肌肉让象鼻如同一个精密的工具。再来感受一下象鼻的灵活程度吧。薄薄的一层香蕉树皮，它轻轻松松的就给卷了起来。哦，还知道把泥沙给滚掉了。研究表明，大象的 IQ 值能达到70左右，加上众多的鼻部肌肉配合，
所以才给我们呈现出了如此聪慧的进餐方式。早餐结束之后，又该干嘛呢？当然是给我们美丽的雪娜小姐洗漱喽。这一根根毛怎么跟钢针似的？要是被扎到了，还不得疼一阵儿啊？别说用力拍了，这位大哥只是轻轻拍了一下而已，就被扎伤了。哎，大象还真不是好惹的。阿伦怎么把雪娜当起画布来了？原来给雪娜小姐洗漱完毕后就该上妆了。哎，怎么用粉笔来装饰呢？邻国印度不是会用绸缎来装扮的吗？原来在相对贫穷的尼泊尔，粉笔已经是很好的大象化妆品了。再过几天就要举行盛大的奇特旺大象节了。听说最受欢迎的项目就是最美大象选拔赛。美丽的雪娜小姐会参加这次比赛吗？用过早餐，又化好了美美的妆，接下来又要去哪儿呢？阿伦，轻点拍，妆都被你给拍花了。原来是要带雪娜参加丛林之旅活动。对于还是初级驯象师的阿伦来说，能在国家公园路上走一走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儿。但是由于要途经有行人车辆的市区，所以得让经验丰富的师傅跟着自己。雪娜步履轻盈，心情似乎不错。丛林之旅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是阿伦最忙碌的时候，他要先给师傅的大象准备充足的食物。出发前再检查检查大象的鞍子，大家互帮互助，很快就搞定了。距离开场还有30分钟，游客们却迫不及待地等上来，而阿伦一直在手忙脚乱地打理着大象，连饭都还没顾得上吃呢。这狼吞虎咽的，别噎着。哇，游客这么多，那阿伦今天能亲自上阵吗？哦，这是在调整鞍子的松紧呢，还是在表演杂技呢？阿伦今天果然得到了锻炼的机会。对于还是新手的他来说，得更小心游客的安全。我们这要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是大象的话最大的动物，但是我们不要怕。想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的游客实在太多了。咦，怎么还要进行检查和登记？莫非接下来要前往的地方可不是能随便闯入的？
阿伦和雪娜终于也要向着丛林之心出发了。颠得这么厉害，不会掉下来吗？大象身上的鞍子安全着呢。在古印度时期，猎户们还会坐着它去捕猎老虎呢。连山地越野车都不敢随意靠近的拉布提河，大象却能轻松穿过。而且坐在3米多高的大象身上，原始丛林里的小怪兽就不敢靠近我们了。有了大象这样的丛林通行证，我们终于可以领略这大自然雕琢了数千万年才形成的美丽风景。震撼吧，哈哈，奇特旺的丛林魅力远不止这些呢。Animals, some animals they enjoy grassland, some animals they enjoy deep forest, some animals they enjoy lakes, good forest, ocean lakes, rivers, grassland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you know. 在春江水暖的12月到3月期间，若是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尊贵而稀有的长吻鳄。哈，这么长的嘴，怪不得叫它们长吻鳄。100多年前，长吻鳄可不少见，但现在，奇特旺却只有300只。现在大的这个是叫鳗鱼鳄，鳗鱼鳄。如果没有大象，恐怕我们还没办法零距离地接触这片原始丛林呢。坐在大象背上，不仅可以领略飞禽走兽的风采，还可以欣赏到近乎灭绝的昆虫们。小小的它们也为这片丛林增添着风采。咦，地面怎么坑坑洼洼的？莫非是有庞然大物经过？我们循着足迹慢慢找寻了过去。呀，在那儿是濒临灭绝的印度独角蜥，我们今天还真是走运。目前全球的存活量还不足3500头，其中有650头在我们身处的奇特旺国家公园里栖息着。我们在居民区附近还幸遇了一只小犀牛，这是不是预示着这片土地上的犀牛数量正在悄悄地增长着？在人们的努力保护之下，过去3年，奇特旺国家公园从未发生过偷猎事件。加上奇特旺国家公园的犀牛们繁殖力相对较强，所以才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这里的人们似乎非常清楚，长远的共存才能迎来更为幸福的生活。哎，这家伙怎么跑到街上来了？吓坏了人们，忍不住尖叫起来。这家伙倒是悠哉悠哉的，哼，还玩起了恶作剧。犀牛不是生活在原始丛林吗？为什么会闯入闹市呢？为了解开谜底，奇特旺国家公园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展开了行动。经过一番调查得知，原来这家伙是被雄性同伴赶出丛林的，得尽快把这捣蛋鬼抓住，以免他误伤了居民和游客。抓住之后就把他送回奇特旺丛林吗？不是，
得把繁殖力较强的它送到别的国家公园去，用来拯救其他地方的犀牛树。最终这家伙被送到400公里外的巴迪亚国家公园，那儿的犀牛数量更为稀少。这刺激犀牛数量增长的项目后续进展又如何呢？下午5点左右，丛林之旅就宣告完美落幕了。这是阿伦与雪娜在一起时最惬意的时光。清澈的拉布提河水洗去了雪娜一身的疲惫。好舒服，好舒服呀！细心的阿伦还不忘查看下雪娜的脚掌。阿伦心疼着雪娜所有艰苦和付出，也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阿伦捡块石头做什么呢？是用它来给雪娜洗澡。雪娜不会觉得疼吗？原来雪娜的皮足有3厘米厚，不仅不会觉得疼，还会感觉很舒服呢。连妆也卸得差不多了呢。在宁静的拉布提河见证之下，阿伦与雪娜的友情越发浓烈悠长。I think this universe, this earth also belongs to animal. They also have equal right as human being. Both animals and human being, they are depend on each other. So, if any, this is the duty of human people to protect animals. If they protect animals, the animal will also protect human beings.最后的怒吼。生存之战，虎为何而来？灾难的开始。泥泞中挣扎，丑陋的真相。王者的血泪史。这里就是著名的野生动物王国印度班达加老虎保护区了。朱朱拉是三兄弟的虎妈妈，也是这片森林里边的捕猎能手。她原本无所畏惧，但是现在却被驯象师们到处追赶着，甚至在保护区内都要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朱卓拉到底能不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自由呢？老虎保护区的一天就在这样拥挤的游客喧闹的发动机声当中开始了。围这么多人，这里有老虎吗？
哎呀，又这么多人，我还是闪了吧，我晕镜头。这些执着的游客们到了车子进不了的林子，又换成大象继续跟着。人们穷追不舍地跟着老虎，老虎却是千方百计地躲着人们。哎，长得帅难道是我的错吗？我压力山大呀。拜托你们别跟了好不好？为了配合游客们看老虎，大象们驮着这些人来来回回走了无数趟。哎，这么说起来，可怜的还不只是老虎啊。动物们在动物王国里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他们悲惨的命运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早在19世纪末，全世界曾经有着10万只野生的老虎，但是10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仅存3890只，其中有2226只野生老虎生活在印度。那么到底这100年间老虎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浩劫呢？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的这一片班达加森林是英国贵族们最喜欢的老虎狩猎场。当时班达加森林里还生活着数万只野生的老虎，英国贵族们享受着骑着大象狩猎老虎的游戏。他们认为这是印度殖民地献给宗主国贵族们最好的礼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侥幸生存下来的班达加野生老虎，对我们而言已经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存在。当然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的概念，那也就算了，可是今天的人们还是这样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奇迹当作自己赚钱的工具，就真是不应该呀。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些每天驮着人类追赶老虎的大象，又比老虎能够好到哪儿去呢？等游客们都走了，大象才能够稍稍地休息一下。哎呀，这些坐垫儿看起来应该很重啊。大象每天驮着这一些厚重的坐垫还有人类在森林里边来回地走着。哎呀，累死了我了，总算可以下班了。啊，不是下班了吗？怎么还要带这么重的铁链呢？这怎么走路啊？哎呀，这可怜的大家伙，这过的什么日子啊？其实以前生活在班达加森林里边的大象也是自由的，自从人们需要大象强大的劳动力之后，便开始活捉并且驯化它们。人们用麻醉药物使得大象行动变得迟缓，然后慢慢地靠近大象。哎呀，我的脚怎么抬不起来了呀？身体不受控制的大象无力反抗，只能任由人们摆布。而被抓回来的大象还要经受更加残酷的驯服过程。大象越是反抗，惩罚就越是残酷。驯服的第一阶段就是要让大象们记下刻骨铭心的痛苦。人们是看不到大象的眼泪呀。这一种最原始最残忍的驯象方法时至今日仍然在被使用着。
经过三个月的残酷训练之后，大象们终于放弃抵抗了。这是不久前在丛林当中抓来的小象，现在正在接受着第二阶段的训练。小象慢慢地听得懂人类的指令，开始遗忘自己的语言了。主人，我的鼻子不够长，你千万不要生气呀。经过长期反复的训练，大象们会根据主人的意愿，或者去搬运木材，或者当杂技演员，还有的在森林当中当交通工具。哎呀，看来这家伙是要去当交通工具了。这个配合驯象师的训练也是最后阶段的训练了。这些绳子就像是他们想要挣脱的枷锁一样，越是挣扎，束缚就越紧。就这样，大象们渐渐失去了自己，过着完全陌生的生活。唉，这么说来，是被大象追赶着的老虎幸福呢，还是追赶老虎的大象算是幸运的呢？人们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过自己的生活呢？这一个带着铁链的大象应该是下班了吧。趁着驯象师休息，大象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慢慢的，大象们也开始适应着新的生活。一个月之后，我们再次来到班达加森林。哦，这不是把自己父亲赶下王座的维伦吗？嘿，你倒是坐在王位上面舒服得很嘛。哈哈哈哈，这些都是本王的地盘了。来，让本王带你们去看看我的江山吧。虽然是带王的，也不能够忘记定期巡逻自己的领地。这一条路以前也是巴梅拉巡视过的，现在轮到他的儿子来巡视了，看看有没有侵入的其他老虎，在那些没有自己味道的地方留下自己的体味。但是喜欢独栖生活的老虎也会偶尔和其他老虎有领地交集的情况。这是我的地盘，你进来干什么？在池塘里降温的卓卓拉看到维伦，反应十分的强烈。哎，不对呀，你们不是两口子吗？对了，因为老虎是毒气的动物，它是绝对不能够容忍其他老虎的侵入。不知道是因为今天的心情好，还是想到了自己夫妻的情分之上，福王韦伦没有引起领地之争就自己走了。太热了，来泡一下就走，不用那么敏感嘛。好好照顾孩子们吧，我走了。哎呀，这不靠谱的虎爸走了，也不知道三兄弟过得怎么样呢。嚯，这一个月不见，长大了不少啊！哎呀，都可以自己出来玩了。看来这三兄弟没有虎吧，日子过得还是挺滋润的嘛。你追我赶的，还玩着捕猎的游戏。就这样，三兄弟开始一点一点地离开母亲，慢慢地开始适应独自的生活了。看，
老大好像更喜欢自己玩呢，只是拔腿就跑了。哎，大哥，你怎么又自己跑了？三弟，你当沙包，我来打吧。这个老二，你当人家啥呀？哎呀，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三兄弟渐渐长大，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难道班达加森林已经重新找回平静了吗？当然不是，这么多人为了一睹野生老虎的风采，仍然在森林里边等着老虎呢。游客们各自选择了最佳的观察角度，等待着老虎的出现。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游客们，那肯定是不见老虎誓不罢休的。据说甚至还有人长期租用着大象，每天跟在老虎的屁股后面。哎，这些人恐怕不知道的是，他们逼近老虎几步，就会让老虎退出自己的栖息地几步啊。这个时候，虎妈妈卓卓拉冒着碰到游客的风险又出来捕猎了。现在三兄弟还不能够自己捕猎，还得依靠着虎妈妈捕猎的食物才能够活下来。哎，孩子们长大了，今天一定要捉个大个的才行啊。可是个头越大的，这抓起来也越困难呢。三兄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肉了，朱卓拉看来格外的谨慎。想要捕猎到体积大、后腿功夫了得的泽鹿，那可真是不容易的。别藏了，我们已经看到你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这群泽鹿好像察觉到了危险，开始动了起来。可是朱卓拉还是按兵不动，为了一次就能够捕猎成功，他还在等待着更好的时机。放低身体，一步一步的接近。竟然没有抓到啊！看来这泽鹿的后腿功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啊。可怜的朱卓拉这是要空手而归了。哎，你说本来就算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也不能够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吧，更何况这人类步步紧逼。所以说啊，哪怕是森林当中最佳的猎手，这失手的次数那也是越来越多啊。而这些驯象师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也只能够拼死地跟着老虎。追逐者瞬间变成了被追赶角色，无奈的老虎们渐渐地从森林的中心被逼到了保护区的边缘。哎呀，这都走到了保护区最外围，这设置无人摄像机的地方了。反应怎么这么强烈呢？难道他知道这是监控他的设备吗？喜欢独居的老虎，每天的正常生活被人们打扰着，他们的反应开始变得极为敏感，表现出不安的情绪。
哼，就是你在监视我们吗？从森林里出来的卓卓拉不得不铤而走险，走向人类居住的村庄。他穿过保护区的铁丝网，走进了当地的村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老虎为了躲避人类而到达的地方，却还是人类的领地。In the morning time, about 5:30 here, then after kill, a tiger put the kill over there, sir. You are come look it there. Okay, but this is still human area. Yeah, human area. Yes, sir. I'll push him for the kill.So this is what the two, it happened 2 days ago. Sir, sir.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不久前，与老虎保护区相邻的另外一个村子，发生了更让人震惊的事情。本来应该在保护区的老虎，却是闯进了当地居民的家里。居民赶紧报了警，每个村民的手里边都拿着木棒，追赶着老虎。到达现场的不是动物保护组织的人员，而是持枪的警察，并且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直接射杀老虎，因为老虎杀害了两个村民。情急之下，老虎跑到了屋顶上，看来这老虎是已经无路可逃了。人们的愤怒已经淹没了王者的气势。此刻，老虎已经不再是森林之王，而只是一个手足无措、任人宰割的闯入者。最终，茅草屋顶承受不住老虎的重量，滑了下来。失去家人和好友的人们，疯狂地发泄着自己的愤怒，用棍棒不停地击打着老虎。在慌乱之中掉进圈套的老虎，使出浑身的解数，想要挣脱出来。失去家人的人们向亲人和邻居哭诉着，而即将死亡的老虎又该向谁去诉说他们悲惨的命运？这一位失去耕牛的村民，依然还记得两个月前遭遇老虎时候惊险的经历，这是他忘不掉的噩梦。农夫给我们制作组看来了一个恐怖的痕迹。时至今日，伤口的还十分的鲜明。在老虎嘴下捡回一条命，哎呀，已经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吧。सात आदमी गए तो वहाँ बाघ पीछे से निकल के अब आगे कहाँ जहाँ था माल के गिरा दिया यमिया यमिया जब गिरा दिया तब फिर यहाँ लपट के अब एक दांत यहाँ मारा एक दांत यहाँ मारा 此刻我们三兄弟的虎妈妈为了避开涌入的人群，也开始在人类的领地徘徊得越来越久。哎呀，这样下去，那卓卓拉不是越来越危险吗？哎，这什么人呢？怎么在老虎保护区里面到处乱跑，还擅自翻过保护网啊？哎，被人们逼出森林的老虎们，现在又成了偷猎者的目标。
偷猎者们在老虎经常活动的小路上放置了圈套和捕兽器，就等着老虎来自投罗网。虽然捕猎老虎是违法的，但是只要成功捕到一头，这些人几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都不用愁了。偷猎者真是太可恶了，一定叫兄弟们不要去那边呐。哎呀，倒是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卓卓拉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啊。啊，那不是卓卓拉吗？哎呀，可是他的腿怎么啊一瘸一拐的呢？哎呀，看来伤势不轻啊。原来卓卓拉从村庄回保护区的路上也掉进了偷猎者们设置的圈套，不过万幸的是这一次他逃了出来。可是谁又能够保证下一次还能这么走运呢？从小喜欢独自玩耍的老大现在已经被偷猎者们给偷走了。也许最近卓卓拉经常跑出保护区也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大儿子吧。哎呀，想想先前的偷猎者再加上卓卓拉这个重伤，这样子下去卓卓拉一家还能够安全地生存下去吗？班达加森林里的最强的猎手卓卓拉，他能够保护好剩下的两兄弟吗？